这个就是他们这个，草原上的特产叫金莲花。对，好，我们先问一下，这位大哥，访问您，金莲花它的作用是吃什么呢？怎么喝？就是清咽利火、去暑、下火、降火。啊、那还有其他什么主要作用？这是最主要作用了。就是最主要作用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这个在外面野外到处拔就有了。对对对，是。听说这个带眼门的就可以买那个真空的。对，真空的，发芽的。这位是林夫人，怎么躲起来了？今天我他妈没卖。